网友的心思全被老板拿捏住了。今天摆个烂，来个瞎扯淡。刘，你想杯？刘杯。谁能拒绝沙币呀？鲨鱼和蜜蜂，瞎看着币。看完就知道爱他谁了。刘马，送给你的刘马朋友，送他刘姓通天，一马当先。新来的，请问是直接无语吗？沙琪玛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沙琪玛。你的闺蜜能拉出来，我的闺蜜拉不出来。我闺蜜可厉害了，她不仅能360度旋转，还能拉出来。玩我一整天，你闺蜜可以吗？更离谱的是龟开耳朵。我们要的男闺蜜来了，给她拉出来。闺蜜一辈子也好了。好闺蜜，一辈子。对不起钱包，这个是真扛不住。哎，真的需要勇气。李南博，枸杞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枸杞，黑枸杞，来自南极的黑枸杞，黑枸杞，黑枸杞，黑枸杞。香蕉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想交个朋友呀，老实巴交呀，感到焦虑呀，这个更绿呀。咱也不想买的，可他是流氓哎。芒果，小牛，流氓就应该做些流氓的事情才对。你猜，大人吃了西瓜会怎样？会变成傻瓜。切开傻瓜会怎样？会变成你啊，小傻瓜。你别笑。